真棒。开。你怎么也不把它关掉？开台。开台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大家安安，今天要来逃狱啦。逃狱。今天又换了一个人。一样，我开吗？你要开吗？好。还是啊，不然上次是谁开的？都是我开啊，因为对啊，其实之前你们就说或开了或不没办法邀人，不是吗？哦，我今天没开那个呢，不知道会不会开，我看一下。哎 ，OBS 的音感在哪设定啊 ？OBS 的音感，我发现我的心会吃不进去，那是没读到吧？没读到，你看一下设定那边，设定音效那边的输入有没有读到你的麦克风？读，有啊，嗯，有读到。那你看一下你的控制台那边麦克风的音量大小有没有被调小？我就是没办法拉。啊？嗯。我的麦克风那个音量是零，神奇吧？啊？所以我大概零大概这么讲就是。你说零 dp 吗？对啊，有办法调。零 dp 是正常的啊。零 dp 只是没有，只是没有声波而已啊，没有争，没有争议。等一下哦，没有争议，大声就能搞定啊。不是那个争议啊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想拉大的话。是他有读到你麦克风吗？有啊，有读到啊。可是我那你讲小声一点就会收不到了。看一下啊，发现有时候跟你们讲话，我在剪片的时候会发现我声音见了，不见了。你们收得到，但 OP 收不到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今天有谁玩？小雨约哈记，不然还没有哈记，也可以。没有哈记。也是我啊，然后反正在你的麦克风的那个喇叭的地方按右键，喇叭按右键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进阶音讯属性？哪里啊？右键之后不是有一个进阶？不是跑出一个进阶音讯属性的表？没有，嗯。在哪里啊？是声音那里吗？就混音器啊，不是有很多那边音讯跑来跑去的。喇叭开右键吗？哎，右键。然后嘞，不是一个进阶音讯属性？没有进阶音讯属性。嗯，有开启音量混音程式，开启音效设定，空间音效挂号关闭，音效疑难排解音效问题挂号 T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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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ndows 的。OBS 里面的，OBS， 按右键，哪里从按右键教我？就是你麦克风的地方不是会动吗？嗯，然后那边按右键，哦，进阶音讯属性，然后嘞，属性，然后嘞，然后看到你麦克风的地方不是100，嗯，啊，就是往上增加，那不是音量吗？就是你讲话出去的音量啊。你知道我调到120了吗？可是你不是说还是很小声吗？对啊，但有时候会突然爆音，我自己耳朵也受不了。那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再调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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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算了。要多久？算了都算了算了。要吧？我的视讯都读不到，等等。大家今天都一堆问题。杰克女仆装哦，礼拜二吧？没有女仆装，是水手服。水手服不是，哦，礼拜二是不是？礼拜二水手服是吧？耶，yeah, 再来！哎，我还在想，我还在想，我欢乐场就要穿吗？这样我穿呢？我剪精华，我就会看到我尴尬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啦，就是这样，大家才会看，啊，增加观看，欸。为了观看率，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封面上，这样就大家对。还是你是想要等那个正式场啊？不是。好啦，正式赛也可以啦。如果你这么要求的话，我也可以。啊，是一定哦，人家都会有那种试麦会，有没有？好，嘴巴说不要，还是很想要嘛。好好好好好。
嗯，安安，等一下哦，等开监狱。那个，你们 DLC 有买吗？买完啦、啊。买了。四寸头还是做不到，所以小雨也买了，买了，哈基也买了，那感觉之后也可以玩 DLC 的。哈基没买啊？他有吧？没有吧？他昨天回来不是讲一讲有买吗？他这么，不然他怎么进那个？耶，读到了。他不是说算了啦，先买这样。哎、欸，我也没，老实说，不然我们先玩，他不行再买就好了。可是我记得他好像有买，忘记了。应该有吗？知道，没关系，我就先开。那你就开啊啊！如果杰克还没买，先加看看啊。不行，你就去买。我买了、啊。哦，你买了哦，好。哦，那你就没差了嘛。那在那边问，就没事的嘛。感谢，好棒棒。来拿，整部影片都是精华。可以拿，那我就直接丢记录档好了啦。啊、不用啊，你就出一个版本，就是把你的视讯有拉到最大的那个版本就好。对，只有视讯而已、嗯。大家应该很喜欢。不不不，我看了我就觉得不喜欢。只有你不喜欢啊，大家喜歡。那你可以自己点不喜欢啊，大家还是会帮你点喜歡。然后我就自己在底下那个留言说，杰克在这部影片按下了一个不喜欢。杰克觉得不喜欢。嗯。好了，我先开房。安安哦，今天继续逃狱。The S 给 P 四兔小马铃薯游戏是，没错。安安，要人喽！繁星截图当头像，不要啊！你们母汤哦，当桌面啊，什么当头像？当什么桌面 啊？桌面，你开启电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，对吧？哦，我怎么住二楼啊？我不要住二楼，我也不想住二楼。一日之计在于晨啊！一大早起来看到喜欢的东西，这样是不是大家很开心？记得放桌面啊！如果你有兴趣的，吓死人哦！桌面中毒有没有？好痛啊！啊，顺便帮杰克披个双马尾，可以，可以。僵尸的手，有人藏僵尸的手。赶快下来点名喽！我点完喽，来二楼，二楼赶快下来哦！那个还没点名的赶快去哦！再点了，图书馆好像在这里啊，这里这哎、欸，你看这里里面有一个工作台，所以这个要青色啊，抱歉，哎、所以这叫青色钥匙，没有，这边可以从那个跳下去，从、啊、上面的楼梯是博物馆。哦，所以你用剪刀也行哦。哎、哦，那可以看看啊。不是要搜索我的工作台、欸，他都会搜，不要他都会搜、啊、要觉得你是特别的。我觉得我太特别了。你没有特权。搜 special。我又忘记怎么开哦，会我会开了。嗯，我要先去读书了，会卡拜。卡吗？嗯，我这边看是顺的。欸、我手上太大啦啦，拿着木棍。可以叫杰克把影片给影院哦哦，有人想有人要帮你剪精华哎、欸，哇，好棒哦，都有人要帮你剪精华，对啊，好好哦，好好哦，都没有人要帮我剪，我也没有，是假的，谁要帮我剪？来来来，去私讯我粉专。好好哦、他为什么一直跳新手提示啊？我又不是新手，对啊，我也是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可以把答案丢给我啊！我相信干爹妈很乐意帮你剪。真的，大家最喜欢。对啊。看了。乐于助人。真是乐于助人哎、欸！哇塞，太感动了！有没有很感动？我相信丢给你才的干爹妈也会痛哭流涕啊！真的，相信大家很乐意帮你剪的。欸、快没体力。图书馆在哪？图书馆在二楼的左上。二楼的左上。哦，不行，我想要去找我的眼球回来，我要去找一份工作。哎、欸，我的滑鼠会超过那个、欸，哎，会超过四窗。嗯、我的也会啊。边框哦，我也会啊。嗯，根本就点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密码卡没用是不是？
看起来是没有，因为没有刷卡机啊，所以要用钥匙。对，可是钥匙就是有使用次数。嗯。但钥匙也比较好做啊。对啊。那这个 DLC 有新增什么吗？有看到皮肤，就皮肤都是僵尸啊，就新场景啊，你的角色皮肤啦。哦，要换而已啦、嗯。新场景跟新皮肤。对，顺手打一下。顺手打。白目哎、欸，这种人。好凶凶。好凶哦！对，小雨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拿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乱打。我又没有。嗯，还是那个是那个是繁星？对呀、啊。杰克吧、欸？不是我打的、啊。不是我、啊。对啊，后面这是写小雨啊。嗯。對，我刚离你们超远，我刚在翻柜子哎，所以这个是谁？繁星吗？是我啊，我在楼下。嗯，刚去翻了一只手手。好，这个不会叫的是谁？不会叫的是谁？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在等这个工作的下班。这是谁？这人嘞，奇怪哦，打火机哦，我懂了，嗯，我懂那个神是谁了，嗯，逃跑，你为什么偷看？你这小坏坏，还快快把我打死，还不扁死你，又不讲是谁，我再多打两下，就是不是我。啊、哦，那我要有仇必报。要不要被我知道？我一定把你的床单全部收起来。干嘛这样？我也住二楼，你不要逼我。干嘛这样？我是好奇到底是谁而已嘛。究竟是谁？好奇杀死一只，你没听过吗？没有。好奇杀死兔。洗澡在哪里啊？在二楼，二楼右，怎么每间都这么远啊？我的天啊！二楼右上角，嗯，右上，安安安安，大家安安。锻炼时间，差点就没到了，没有到，啊，差一点点，哇，差一秒。哎、欸，谁啊？小声一点好不好？拜托。等一下啦，我在跑步啦。左右左右左右啊！你吗？啊，对啊。现在在运动剩他了吧？运动剩我了，没了没了，跑完了跑完了。跑到洗澡都听得到嘞、欸。太传太远了。键盘跑步。键盘跑步。真的，键盘跑步大师。看来会瘦。所以你要不要试试看用那个当滑？突然打架打起来了，不用跑步机代步啊？谁会做？跑步机代步什么意思？边聊的啊。秋风好多这个哦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把跑步机然后反过来，然后反着放，然后让它在地面上跑。啊？那坦克车？今天没有在啊、哦？我不在啊。然后我就说，如果你这样影片红的话，跑步机的那个厂商会找他工商，厂商会来找我，然后有可能100多台跑步机，然后他可以放在他家里面，把跑步机当坦克车。不是，我家是要开什么健身房。然后就是以后就是懒得动的话，他就是用那种去运输带啊，今天去厕所好了，就搭这个带过去。太懒了吧，超懒。小雨会做的事啊，只有单向。我才没有好吗？谁说可以单向可以双向？你就两排跑步机啊，一个前一个后啊。欸、我也在跳新手教学、欸。我刚才也是啊，刚也是跳。对啊，真是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是新手。哦。天
谢棒棒糖，感谢 JYDN SOI 的港币，五港币，港币，港币。你要洗多久啊？洗到烂掉。我等于好久不见你。哇，洗到烂掉，洗到烂掉，那个弄烂掉，烂掉，烂掉。啊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团团在哪里？团团，你想干嘛？打团团？没有啊，他在叫我做东西，我要给他。感谢雅思的爱心。我操！嗯，怎么了？我体力满了。啊，然后嘞？然后呢？没有，然后。没有然后了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场景有两个杰克、欸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欸、哇，有昨天有一个囚犯是杰克啊，我帮你没有改到，算了，刚刚打人情有可原啊，那只好打杰克了、嗯，对啊，不要啦，打假杰克，打假杰克，不要跑、嗯，他身上有什么？哦，他身上有强化的犯人衣耶、欸，哦，强化加防御的是不是？